多吗？中央。普通的中央歌吧。
还有吗？啊什么？
以你要穿它看看吗？按照之前
所喜欢的这个就是播放清单的顺序了，可以吗？我先跟别人说，会告诉我，我会告诉你啥的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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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已经有准备好门票了吗？我们来公布广播奖金机会的发财三六六的这个了，我们要七个头头进去了，有新的胸看得进来的时候就可以帮帮阿西的膝盖是吧？对，这个对，不管不管我们都不会的，我想去的是什よしかも新商会です。すごい大きい場所でできるという、初めてのアリーナライブ、初めてのライブ、すごく楽しかった。友人の友人の友人の演唱会の就是演技の这个主题，大家知道演技在日语当中有缘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是这次也是有缘分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希望这次可以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玩，很开心，大家一起享受这次的快乐。而且因为这一次呢是在新庄体育馆，是比较大的场地，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呢都可以就是玩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就是有六人，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玩耍起来，就是爬单成为很棒的回忆这样子。好，第六个人，皆さん、今日は。そろそろ時間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も、本当についていらないですよね。日本語わからないね。すごい、すごい。優しい、優しいですよね、皆さん。但是呢，我还要说，就是我们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但是因为本来哈，就是他是说他来看那个动画，但是刚好有这么多人，就是特别就是我们的青春剧场。所以他想跟大家一起来讲起来讲讲，可以吗？来，大家呢，首先先借我们的。
でしょうか。